技术学院，成立于1985年，是内蒙古农业大学一校三区之一，是内蒙古自治区最早的一所以培养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境内，北靠九峰山自然保护区，南接土默特右旗沙拉旗镇，东临百年名胜美代招旅游区，南傍土默川平原黄河灌溉区。学校占地面积3400亩，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学院现有9系共10个教学单位，51个本专科专业，形成了以农牧为主，以工、经、管、文等专业协调发展，并争取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多层次、多门类的办学体系，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园艺园林技术系成立于2004年，目前设有园艺、园林、应用生物科学3个本科专业。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种子生产与经营、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4个专科专业。其中园艺技术专业是全国高职高专教育精品专业和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改革试点专业。园艺技术与园林技术2个专业是自治区品牌专业。车辆工程技术系成立于2011年3月10日，是由1998年成立的原工程技术系分离整合组建而成，建设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3个专科专业，在校学生226人，拥有专兼职教师15人，其中高级职称2名，硕士学位6人，中级以上职称教师全部具有双师型资质，编写副主编或参编教材8部，发表研究论文21篇，其中一二收录8篇，校级精品课程1门，承担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拥有发明专利5项，自治区高职院校首家汽车维修专校技能认证的单位。畜牧兽益技术系创建于1985年，原名生物技术系，现设有动物科学1个本科专业，畜牧兽益、饲料与动物营养、兽药生产与营销、运动马驯养与管理4个专科专业。现畜牧兽益教育专业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创建最早的专业之一，畜牧兽益专业是国家教育改革试点专业，自治区品牌专业。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管理系成立于1999年9月，目前共有1个本科专业、4个专科专业，在校生577人，教师25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5人，讲师10人，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研究生13人。我系坚持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思路，强调产、学、研相结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为社会输出了大量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人才，深受社会的好评。食品工程技术系成立于2002年，建系以来，食品工程技术系一直围绕高职高专教育，以职业型、技能型、技艺型为核心，以自治区丰富的乳、肉、蛋、粮食等农畜产品资源为研究对象，探索农畜产品加工及其相关领域新理论、新技术，培养了一批高职合格人才，为传统的农畜产品加工业注入活力，推进了自治区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艺术设计系成立于2007年，现开设专业有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视觉传达专业、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专业、雕刻艺术与家具制作专业。艺术设计系现设有在职教师28名，外聘教师5名，其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1人。近年来，艺术设计师生在全国和自治区设计大赛获得多项奖项，其中国家级金奖1项、银奖5项、红奖3项、优秀奖6项、自治区金奖2项、银奖14项、优秀奖21项、
一名教师获得由中国室内装饰协会颁发的中国室内设计教育贡献奖，一名教师被聘为教育部高职高专专业设计专业指导委员会环境艺术氛围会委员，两名教师为内蒙古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国家级专业期刊专业论文50余篇，作品30余幅，获国家分娩专利1项，教师主持自治区可及科研项目2项，校级科研项目2项。经济管理系成立于1998年9月1日，经济管理系现有在校学生1162人，其中本科生328人，专科生834人，教师62人，其中学院专任教师20人，兼职教师10人，与内蒙古农业大学校本部共享教师32人，高级职称20人，中级职称24人。电子工程技术系成立于1998年9月1日，现有土木工程一个本科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给排水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和工程造价5个专科专业，其中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内蒙古农业大学校级品牌专业。旅游管理系成立于2010年12月，现有6个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教育专业、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商务英语专业、文秘专业、旅游英语专业，在校生600余人。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将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协调发展，以质量立院、人才强院、科技兴院，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紧抓建设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机遇，推进学院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推广、扶贫开发和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和自治区培养出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实现学院的可持续发展。